今天是2045年9月18号，是宏基因科研先遣队考察的第五天。在一个小时之前，我们经历了一场暴风雪，来到了这片未知的雪域。未来几天，我们将继续探寻这片神秘的雪域。小金姐，打个招呼。严肃点，我们可不是来郊游的。我就是想给我女儿拍段视频。哎，怎么样，数据稳定了吗？暴风雪过去有段时间了，很稳定。后边都坐稳了，前面过个坡。小心，你看，地磁数据在不断攀升，远远超过了地磁正常值。有点意思啊。小琴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老师，我们现在的磁能量场很不稳定，一伏载荷转五级，至少高出三个等级。看来我们对这里的监测数据是准确的。老沈，你看这个地质波形图，这种地磁结构很可能会出现基因的异变，看来咱们的推断是正确的。小琴，注意周围的环境，安全第一。知道了，所长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突然出现热量？这是地热涌动吗？让他们撤。啊！这个时候撤，就前功尽弃了。让他们快撤。海红号，最新指令，赶紧撤离。
这可是太溪刚寨出土的灵通兽头，摔坏了你们赔不起。乐正正，给我打了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等着，走！任一飞，好久不见。喂，哎，你关门干嘛呀？哎，任一飞，要不是沈所长让我来找你，你以为我愿意再见你这种人呢？你丢下小琴姐，整天就窝在这么个破地方，你是个什么人呢？你就是一个混蛋。你又是个懦夫，呸！呸！任一飞，你和小琴以前是什么情况？我不多问。但是今天我到这里来是想告诉你，小琴出事了。五天前，小琴带队去了北极的一片雪域。就在两天前，我们失去联系。我受沈所长所托，来请你出山带队，把小琴他们带回来。算了，林老师，跟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。任一飞，听清楚了啊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握住三个数。喂，黑财，什么时候出发？三个月前，我们通过卫星云图的分析，发现了在北极雪域有大量地热的涌现，而且经过我们图像技术分析出来以后，我们发现那片热能是连续稳定的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体。但是火山附近通常也有这种情况啊。嗯，不仅如此，那里的地磁流动也非常厉害，极有可能影响了生物的基因变化，这也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。为了一探那里的秘密，小琴姐五天前带队去了那里，却没想到受到了不明生物的袭击。根据小琴提供的线索，我回去查了资料，发现小琴失去联系的区域就是这里。没想到还有这么个地方。有点意思，看来我们离那不远了。你搞错了吧？你看看这地方，这哪是车能开进去的地方啊？老二，老四，带人探下路。好，哎，你们那什么，看归看，可不许乱碰啊！胖子，地图。自己拿。天罡，天启。地为源，根为真。你干嘛？天府，天良，气息归位。
这么简单吗？老三，看没看上？咋了？这应该就是身世鼠辈了。线路故障吗？检查系统，看是哪里出了故障。快！都没事吧？我的脚。林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我们的人都在吗？老五，我在这儿。没事吧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林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坐了一屁股。怎么了？大惊小怪，这离地都是东西，你喊什么？这是脐带的食品铠甲。脐带？启王？难不成还进了个启王墓？哎，你们看，这头上有个洞。这里也有。这也有。这些人都还开了脑洞啊！这儿也有，我这儿也有，这也有，那边也有。这是白垩纪才有的地质层啊！白垩纪，就是有恐龙的那个时候吗？哎，这石头居然是热的！哎，别动！探险第一要素，神迹误动，神秘误取，不知道啊？瞎碰什么玩意儿？瞎碰，白痴！死胖子，你说什么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算了。我在。这里的磷浓度很高，千万不能点火。这里可不是战场，如果你们想活着出去的话，就必须听我的。都听清楚了啊！听见我兄弟说什么了吗？
任一飞，这里怎么这么冷啊？哎，任一飞，我怎么感觉我们被你坑了？你确定就能到雪域？你不是冒险王吗？我九代单传，我这个媳妇还没找着呢，你必须得保护我啊！我妈还盼着我给她生个大胖小子。任一飞，不就是一只死了的乌鸦吗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不懂不说话行吗？啊，这不是乌鸦，这种鸟几千年前就灭绝了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这里的环境根本不适合动物生存，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有点意思。洞内独特的湿流质会使这种尸骨钙化，但是他死了好像没多久。生物学上来说，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，因为这种动物湿性的气候。刚才不是挺拽的吗？怎么一会儿就怂了呢？光头，跟你年轻的时候还挺像，是吧？光头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光头，光头，听见回复。没用的，这里第四干扰太厉害了。老四，跟我走。嗯。是。光头，干嘛呢你？别撞山弄鬼啊！我去！哥哥，哥哥，那些尸体后的漏洞，不会……快走开！
声音，我们靠声音寻找目标。刚才被掉下来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！快起来！这还好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！大家注意安全。找到了，这里难道能量源像南北两极一样形成高压气压，激发高层大气分子，形成极光？不，这不是极光。量子涨落是随机的，根据横向场的时间依赖强度，造成状态之间的量子隧穿。视觉上，就像物体走进了我一样。这也正是我提出的空间红层假想，没想到真的存在。如果连夜都长成这样，谁还要去见他？有小杰他们的消息吗？他们出发前传来监控仪，如果幸运的话。任一飞，任一飞，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收到，收到。你现在的位置就是小琴失去信号的地方，拜托了。所长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她带回来的。
这是什么？文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巨型动物的化石。看来这个地方的地磁确实会影响生物的体型啊。再这样走下去，恐怕……有发现，我们的车。小琴姐他们很有可能是在这儿遇见的。哎，小琴姐。有可能还活着。Yeah!
真的存在，是大雪怪。아두 하이프다 行动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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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动
小琴姐，拉开呀，小琴姐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你没事吧？小琴。醒了，这是哪儿啊？这里是雪域原始部落，你中了寒毒，现在很虚弱，你们被雪埋得太久了，刚刚他们是放血为你驱寒，你倒好，一醒来啊就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。哎，小琴，你们跟你一样，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这里了。屯子跟小王受了重伤，小壮他林教授，他们没事吧？他们发现脚印了，已经派人出去找了。严俊，老六，光头，对不住了。走好。老大，我们回来了，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去休息吧。好。大家保持警戒。怎么样？丢了几件防护囊，其他一切都完好无损。泰森先生，你的弟兄不会白死，你以为我冒死带你们到这个鬼地方来就是为了救那个丫头片子吗？我研究基因大半辈子，等的就是这一天，
我告诉你，我其实受雇于中东刺甲鲨集团，你可以叫我亨利。我并不是中国人。只要你帮我把他们擒到，要多少佣金我都可以给你们。我可以让你们远离病痛。你是不是疯了？那么大的怪物，你能把它一根毛拔下来，算你有本事。我可以帮你。一飞，你知道吗？我夜以继日，就是为了找到这里。等我出去以后，我要告诉所有的人，让他们都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美丽的地方，还有这么多未知，等着我们去发现。小琴，你知道吗？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以后，印第安人就全部都消失了。如果让外面的那些人知道这里，后果我们都很清楚。我只是在完成我的梦想。我是个科学家，我是有可以改变人类命运手段的人。改变什么？我们毁灭的还少吗？上个厕所路过这儿。又惹他生气了。一飞，我说啊，就你这臭脾气臭德行，也就我们小琴姐能包容你，不能改改吗？出去。哎，你说什么？我他妈叫你出去。任一飞，以前你怎么说的？你说我们探险三人组要寻找新的亚特兰蒂斯，我们要成为冒险界的传奇。你呢？你怎么做的？你想想你是怎么做的？你是个懦夫。任一飞，你知道吗？小琴姐为了实现你随口所说的狗屁理想，她付出了什么？你倒好，你转身说走就走，男人说到就做到。翡翠，这是两码事。没错，你有你的追求，那我有我的信仰啊。信仰？你有资格说信仰这个词吗？我信你妹！亨利先生，这次任务已经得到了贡格将军的认可，坐标位置已经发过去了，他们正在破译入口的位置。好，前进。亨利先生，我有个兄弟还没找到呢。泰森先生，我希望你能弄清楚一件事，我花钱请你，不是让你来浪费时间的。做大事，死几个人算什么？你以为死几个宇航员就放弃登月了吧？听好了，老子是爱钱，但不是拿兄弟命去换。
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。好，你们弟兄的事儿我很遗憾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想成大事你就要懂得付出，要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你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。现在有两个选择，一，杀了我，但是这样你和你的兄弟什么都得不到；二，好好的完成任务，你可以得到花不完的钱，做你们想做的事，别人得不到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得到。想想怎么才可以对得起今天的弟兄。是卡亚的母亲，是部落的引领者，也是无上尊者，能与雪怪交流。族人把雪怪奉为神兽，每年的腊月初三都会面见神兽。咔咔，巴拉巴拉。等一下啊，西德呀呀，thank you.
起那西游，拍不起那西游。Thank you.
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小琴，你大难没死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和你的父亲一样，都是懦夫。那只雪怪身上蕴藏着神秘的基因。今天我站在这儿，我就要把它带回去。带我去找他，带我去找他。叔带你去见证这胜利的时刻。林老师，你把我带走，放了他们。亨利，给我看好他们，剩下的跟我走。看来老子这回是真要和你死在这儿了啊。
带下来。下来。林叔，林叔。心神相通吗？把它交出来。我数到三，一。林叔，二。来了，泰森。
乌嘎江水的援军到了！他们终于找到这里的入口了！多少年吧，收手！我不能像你父亲那样做一辈子窝囊废。让他最后问你一次：是加入还是死亡？说，是加入还是死亡？小心！
Look,